年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但是明年来讲，我们其实面临的更大的挑战。一个，我们有三个成员要高考，必然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团是没有曝光。吃饱穿暖，要长高高。豪城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吧。少年在尔第二季，好好做。我们很快回去了，他们就好好工作，然后我们就要好好冲刺。对，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么正式的坐在这里？这套衣服是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时候，对吧？是的，就是我们对他们高考了三位的祝福，赞赞赞。干杯！肯定很厉害。